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ion。Hello，我是 Angel。今天呢已经是我们来到这个雪上的第二天了。由于呢我们今天第二天没有跟着团一起再去雪山，我们就想在这个旅店周围去探索一下。从我们旅店的这个平台往外一看，那边有一片湖，应该就是这个小镇的那个特有的那个 Jindabyne Lake。我们打算就直接沿着这个方向过去看一看。哇，我们在去的路上看到一个人家，别人家里面自己修了一个网球场，这也太奢侈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Jindabyne Lake 了，已经到了这个湖边了。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湖边景色还是非常好的。今天湖水也是比较湍急的。我们回去酒店了。记得要给我们点赞3连哦！